几个几遍啊？30遍啊，25遍，是一个888。待会儿我们这边马上收工了，姐姐。50片是一个5000啊。咱们目前为止有人吃过30片了，希望吃50片的选手啊，等一下弄得到处都是的，能够出现。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成年人啊，直接参与，切莫勉强啊，后果是自负的啦。好。肠胃没有什么毛病啊？没有。嗯。我就怕那种肠胃有肠胃炎的过来吃啊，那你就等一下你吃的你就躺在地上那滚了，滚得很可怕的啦。那你可以放心的，这一点可以放心。别放心啊！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之前有个健身房的一个肌肉男，那胳膊比我的腿还粗，结果吃了一片，来就在那后面那草地那里跪在那里，直接在那里捶地啊。后面不是我给他送两片营养快线过去，估计挂了。真的。等一下，如果这个辣的肠胃不舒服啊，你这个后面这个兜子里面这种东西多买两片喝一下啊。能够缓解你的那个痛苦啊。是的，用的是云南的涮涮辣啊。是这个辣还是那个鸭子辣？这个臭干子挑战的同款跟我们家绝辣鸭子的辣度差不多，但是我感觉臭干子那个辣度好像要比绝辣鸭子后劲还大一点，个人感觉啊。这第几片？20分钟。兄弟，你告诉你，嚼两口，立马疼，越嚼越辣，你相信我，你越嚼你就好了好了。这个吃完两片了啊，第三片开始了。这个辣劲还没上来啊，这个眼睛这个那个眼球还是白的，还没红。还有没有上？上，再嚼两片啊。哎呀，这个小哥有实力啊！第四遍，第五遍，加油！能吃咱们管够啊，吃不了千万别勉强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特别的辣啊。两分钟了啊，这个小哥感觉还没有被辣到。